听说这里有间店超好拍的，很多星星怎么拍都美，让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来到这边啊，有一件很特别的服务，你可以像这样输入你跟另一半的生日， Desteria 就会帮你找到属于你的曜日时哦。你们看，我守护星是土星耶，所以我的曜日时是蓝宝石，超美的。所以咯，我也会拿到属于土星的饮料，也是蓝色的哦。 KPA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你看这里有八个不同的手势，它代表了女人八个重要的时刻，像是结婚、订婚、梦想成真等等。所以咯， KPA 可以不只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，也可以送给自己哦。来这边一定要试试看这个，不夸张，真的可以看到两颗星星耶。逛了一圈，我也忍不住带了几颗星星回家，希望它可以让我梦想成真。